好，菲律宾昔日的副手、前副总统吕秀莲，他也投下了政坛的震撼弹，表态他要参选2012年总统。好，这也成为模仿节目的题材了。不过，谁才是吕秀莲心目中最佳搭档？原来是帅气的阮经天跟赵又廷。吕秀莲宣布要参选总统，该搭谁才好？吕秀莲找谁来搭配选你才欢喜？或许林志玲，或许林志玲，或许林慧玲，啊啊啊！林慧玲强大的个性，秀莲也可以。身上很高兴，身上很高兴。谁山寨老鹰合唱团唱的可是认真又卖力，不过吕秀莲自己心中可是早有人选，像是阮经天或者是赵又廷啊、哦。那你看他们呢，也的确能够帮我呢争取到很多的护女票，尤其呢，你看他们在这个金马奖、金钟奖呢，在做综艺节目，他说说就算了。那还有另外呢一位年轻的这个男生的这个护手呢，我觉得仔仔周渝民也不错。模仿节目赶上吕秀莲选总统热，帮忙出主意找搭档，可是在山寨吕秀莲的心中，可真的是谁帅就找谁搭档。中讯台北综合报道。